下次自己期待有没有台的一些感想。嗯。Ladies first， 又是我吗？我又是 ladies。我觉得就像刚刚我讲的，我觉得有就是之前是去年其实自己代言，那今年多一个伴，有时候其实我蛮喜欢有一个人可以一起 share。像美国棉这么好的东西，当然就是一起 share。而且像 Cindy 刚刚也讲说，就是等很久，这个等了好几年。对，因为我感同身受，然后就在跟他聊的时候就就发现说他也有这样子在想，所以觉得其实一起分享是一件好事。对，因为其实我刚刚在台上有讲，我跟韦礼安我们都是创作型，然后 R&B 啊、爵士的东西为主，所以可以跟他一起合作，对我来讲是一个梦想成真的，因为我欣赏他很久了。谢谢，真的蛮喜欢你的，我可以对你表白一下，可以。然后好，这张专辑可以，你知道我们可以合唱一下，这是我的重点。没有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很难得，其实很多唱片公司，我们艺人很难得可以跨，叫什么跨公司吗？对，跨界合作，不是跨界，跨公司，不是跨界，跨公司合作。对。对我来讲是很难得的机会，然后可以跟他一起合唱，我觉得很过瘾。然后我们那时候一起彩排，一起玩音乐，就是这就是音乐人的一个默契吧。对。那我觉得，因为美国棉它是自然舒服为主，所以跟我们做创作其实是一样道理。我们都是有时候很简单，然后但是在简单里面，希望可以感动到人。我们的旋律不用很复杂，我们的和弦不用很复杂，就像棉不是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，但是它做出来的东西是让你非常充满爱的感觉。对，就像最厉害的创作，我觉得就是最简单的歌。没错，像刚刚我们唱那首《Way Back Into Love》，它就是一首很简单的歌，但是它就是完全的打入你的心。没错。那很多时候，对最简单的东西反而是最难的，然后最纯粹的就跟棉花一样。对。那 Cindy 刚刚的告白有打动你的心吗？对呀、啊。还是我要用唱的，但是因为我是女生，所以就因为我们在后台一直跟我说我是男的，他说哎、欸、what's up， 然后给我一个拳头，对，我想要抱他，然后就给我个拳头，我说哦好吧，那我就拳头回去这样，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把我当男的吼，他就说是你自己把你当男的吧，我就说那早知道我今天穿西装，你穿洋装就好啦，还是不要好了，对。所以你会不会觉得维鸟像女朋友不是单身？可惜吗？不会啊，女朋友很幸福啊，每天可以唱歌给她听。你会这样子吗？对，她有时候觉得有点吵啦，有时候。因为你们在一起很久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蛮久的。以我所知，我们现在还要继续聊这个吗？在八卦这一点，这好像不是重点。你真的很喜欢访问，因为我们在彩排的时候，她也是开始一直问我。昨天我所以你是念什么东西啊？你怎么为什么你会讲英文啊？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好像在上电台通告。我想说我们昨天第一次见面，对，我们在培养一下感情跟默契。那我觉得我要多了解他，所以我会问一些比较私人的问题吗？也没有啦，我觉得 OK 啊，我觉得 OK。背景，然后怎么会讲英文？我觉得 OK。厉害，然后哪里长大？我对。然后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啦，其实都他在讲。对对对，但是我觉得是好啦，因为我本来就比较慢热。那其实 Cindy 甚至我们一起代言，就会有一个 balance， 就刚好。那我昨天这样第一次见到你，给你一个拥抱，你会觉得很奇怪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。其实我们以前就碰，有也没有啦，我们之前就碰过几次，但是没有到那么熟。对，因为我们你知道美国回来，我们就是嘿，然后就会抱上去，然后就要抱回来吗？就很对，因为我那个时候身上大包小包的，我就背一个背包，背一个吉他，然后就哦嘿，很 awkward。但我们现在应该算是好兄弟了，对 buddy buddy。对对对，没问题。那这么欣赏对方，有没有趁机好好的邀歌一下，或者做演出？有，他刚刚在台上不是一直问了吗？他说啊，要合唱啊，然后演唱会嘉宾啊这些的、啊。对，因为我们接下来是5月14号会跟 Kevin Kern 就是 Cotton Day 在 TICC 晚上7:30。很难得，因为 Kevin Kern 他是音乐家，他也是自己创作全部的钢琴音乐。对。那他是弹奏为主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加进去，然后我们会有唱歌，也有弹琴，然后你应该会弹吉他，我弹钢琴，所以我们三个人会做一个不一样的演出给大家看。所以如果有空，5月14号，我希望大家可以来到现场啦，因为是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演出机会。期待，很期待。然后这次代言蛮特别，就是各有一首歌作为代言的主题曲，然后两位先介绍一下自己这次的代言歌曲。谁？我先吗？都是你，Always New。好，这次我代言的歌曲写的叫《Loving You》。那这次《Loving You》，除了很直白的，就是说，Love You，I love my cotton 嘛 ，Love You 之外，其实它的拼法也比较特别，是用 L U V I N， 然后用 U 这样子，比较网络用语。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Loving You， 对，有时候在爱情上面，就像你拼字不一定要完全的拼对。
一样的意思，不用那么的有逻辑，不用那么的理性。嗯，对啊，所以在 love 的时候啊，其实就是随着你的情绪，随着你的感觉去做，就跟 cotton 一样啊，就是很舒服的感觉。对，那我的歌是我爱我自己。嗯，那我因为我在学会爱情这边怎么样可以当个更好的另外一半。那我觉得我们很多女生啦，我从女生的立场来讲，就是对我也是啊，算了，那不要接哦、喔。就是我们在感情里面，有时候我们会付出很多，到我们会忘我，就是会觉得哎、欸，我们就是把我们的一切给了那个另外一半。嗯、但是有时候他没有给我们同样的那种感觉，我们会觉得很失望。嗯、所以这首歌那时候写是有点在鼓励自己，就是鼓励很多人，就是哎、欸，学会爱别人之前，我们要多爱自己一点。那当然跟 Cotton I love myself 这个观念，就是我们对自己好一点，不管是在可能买一些舒服的衣服或者舒服的品牌来用，这些钱我觉得是值得花的，这时间是值得去用的，就是不要觉得你像自己不值得。嗯，对，我们值得拥有最好的。是，I love my